好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桌子能把麦克风留在这边，然后去前面晃一下，是不是只能这样？然后我去前面，你们会叫吗？会。真假的？请有你们，好吧，好热。好，那我再来继续唱歌了，好不好？再来的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很开心，但是在那个很开心里面，一定都会有一个小角落是不开心。但没有关系，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我可以把你的不快乐，把不快乐卖给我，好不好？快乐了，买你。